Hello，保暖好。啊，今天是 Malaysia Day 9/16啊。都今天会分享国民美食啊，沙爹。沙爹。然后还有一个是肉酱。来，Coco，谢谢50个欣赏，谢谢你。来，刚进来的朋友们，请帮忙 like 一下，谢谢你们。Hello，Thank you like 一下，谢谢分享。Vivian Lee，谢谢50个欣赏。谢谢分享，谢谢分享。你骑今天迟到11分钟啊？有吗？10秒罢了啦，没有开麦。可以啦，还要炒吗？就可以了，烤箱就可以了。水煮蛋啊，今天有。拿出来啊！啊，再去再去搅了。要冷点要搅。好。哎，谢谢支持啊！来，请帮忙继续 like and share，thank you very much。来，请留手啊！都今天是做沙爹酱啊，我们是沙爹猪肉啊，猪肉的沙爹啊。Hello，表哥表姐，下午好，我好，是表弟。来，今没天我有们开煮，麦，表弟啊，本来要做一个表弟烧没有鸡开的，麦，本来要做烧鱼的，但是烧鱼要煮两个酱，哇，啊。锅里如果两个酱的话，要你今天不又超过一个半小时，我就哎不可以，所以我就想到沙爹，上次我也做沙爹，那么一个肉夹米嘛，肉夹米都是很多人都喜欢的，啊，那么我也做一个简单的肉夹米，主要是做沙爹啦，沙爹酱，主要沙爹酱，沙爹这猪肉，啊，你可以用鸡肉取代都可以啊，OK，啊。那么杀的鸡，腌的做猪法，肉，之前我有做过了，你可以回去看以前的我看现在不可以没这么飞，要看以前。如果你要杀的鸡啊，都可以啊。那我今天怎么来？谢谢75个欣赏，来，谢谢你。其实大家如果要找我资料的话，你可以去到YouTube 啊，打表弟。油管啊。啊，油管啊，表弟兄弟，今天我要腌的，我都要看，我要看回我以前的食谱啊。鸡下装1公斤嘛，现在我是猪肉嘛，所以我猪肉这里猪肉是800克啊。来，我们用800克的猪肉啊，这个是猪花肉是来的，比较带硬一点。你这是花肉吗？花肉对，花肉。OK。啊，那么我建议是，我要把它腌一腌它先。来腌猪肉啊。腌鸡肉就是我们先拿一个，腌猪肉不是鸡肉啊。我用一个，搓大粉。搓大粉。我们800克的花肉啊。我换茶匙的搓大粉。来。说大粉半茶匙啊，对，我是把它腌腌，我是要给它这个这个花肉软啊，花肉是比较硬一点的，对对对，来，目前只是半茶匙的那个说大粉啊，我要给它腌腌了它先，这里是半点水啊，半点水先，800克的那个花肉啊，来放一点水，半茶匙的说大粉给它腌一下，就是更让它的肉更加松软啊，然后我们。就不会说很硬啊，说，一发肉是比较硬一点的。如果你没肉，但是又不好吃，没肉没有油，发肉才有油味啊。就是你的那个肉要带点肥肥的啦。一定要有肥的，就是啊。刚看完兄弟姐妹的 YouTube 啊，来谢谢支持。谢谢啊，你们可以去 YouTube 都打兄弟姐妹都一大堆。Hello from 苏格兰，来你好，你好，哇，苏格兰现在几点了？应该早上啊，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我们腌啊，就是要给它腌的时候是给它浸泡一下啊，放多一点水。来，说我们放半茶匙的搓大粉，放点水啊，在800克的那个花肉里面啊，可能要腌啊，就可以放，你可以
给它腌二十分钟后哦，才来那个。说大粉主要是要让它的肉啊软一点啊。那我们就现在做的是要调个味了啊。我给它来 Kelly， 谢谢50个欣赏，谢谢你。我们放在旁边先啊，就肉放在旁边先。OK， 我们现在要调的是一个另外的腌料。来，我们再腌啊。好，我们现在给大家看的是这些腌的酱粉啊，很重要啊。来介绍一下，可以，是什么？巴巴的那个盐稀粉啊。盐稀粉，来 screenshot 来盐稀粉。对 ，OK， 巴巴的盐稀粉。那么这个什么大茴香？大茴香巴巴的一只。我是一系列啦啊，一起买。小茴香。小茴香。Cumin 的 Cumin powder， 小茴香。那么。这个回家香，没有，这个是咖喱黄姜粉啊，这个是黄姜粉啊，turmeric powder。OK， 我们现在是先做这个先，我们先腌料先。OK， 来说我们有盐稀粉啊，很多调味料啊，大茴香啊，大茴香，还有一个小茴香，还有一个是黄姜粉啊，好。我们把这个苏格兰现在10:40早上啊，早上哦，对，来我们这里啊，我们放半汤匙啊，800克呢，我们放半汤匙，来半汤匙的那个盐稀粉啊，很多工啊，对呀、啊，对对对，所以大家可能会点时间啊，来五花肉和三层肉有没有不同？一样一样的东西的，叫法不同，来我们是盐稀粉半汤匙啊，半汤匙。那个这个什么小茴香，也是半汤匙的。半汤匙。小茴香，半汤匙啊。对。大茴香，半汤匙。全部半汤匙啊。来，这个是大茴香，半汤匙啊。OK。OK， 黄姜粉啊。Vicky, my friend told me she cannot order the night set as no curry service to Singapore. 三分之二可以啊，来三分之二的那个黄姜粉啊，三分之二汤匙的黄姜粉啊，你的刀主不能先去新加坡了。可以，他就讲他朋友讲不可以哦，他讲他非常失望。可以啊，可以啊，可以，那么。开窗，你问你的朋友叫他私信啊，你叫我私信我们，可以啊，可以啊，我们可以送。我们都应该新加坡蛮多了啊。我订阅了表弟的 YouTube 精选频道了，来谢谢。哎，要啊，很多我们未来都更多来。来这里啊，这里我们就是说这是什么？香茅两只，两条的香茅啊。对，两条的香茅，猫姜20克啊。姜20克的姜，老姜还是嫩姜？这个嫩姜，嫩姜啊，20克的嫩姜，50克的葱头籽，50克的葱头籽啊，我们就要一些腌它。OK， 50克的葱头籽啊，OK， 所以我们打成泥酱啊，这里有30克的那个葱头，那个蒜米，蒜米啊，30克，30克的蒜米啊，对啊 ，OK。所以这个是它的酱啊，就对，那么我们要放一茶匙的盐下去，来就放一茶匙的盐啊，来是用沙爹吗？是在这弄沙爹吗？对，沙爹啊，把爸爸给杀掉，沙爹，一茶匙的盐，来一个茶匙的盐啊，盐一茶匙啊，我们是说鸡精粉一茶匙，一茶匙，抹糖。晚上会写那个精粮啊？会。我们糖放三汤匙啊，来汤匙三个汤匙啊。来，新加坡五花肉跟三层肉不一样的。来糖三个汤匙啊。酱法不同，酱法其实是几乎是一样啊。三个汤匙的糖啊。这一个是腌的料在这里了。那么我们刚才猪肉在这里我已经腌了酱。你们是在做沙爹的酱吗？对，没有沙爹的腌肉先。腌肉先啊。酱等一下啊。
土的空锅啊，沙爹，沙爹白皮啊，沙爹猪肉。OK， 我们这里我们稍微冲水一下。OK， 那刚才我们是放那个苏打粉的腌制啊。苏打粉对它我们的半汤匙的苏打粉来腌这八百克的那个五花肉啊。嗯。都腌了20分钟，你就洗一下。嗯。冲洗一下啊，给它沥干一下。所以我们会掺这些酱，这些调味料啊。嗯。要腌制这个花肉啊。来，我们这里，在这里，我们给它，来均匀啊，均匀一点。呀，表弟有说过沙爹是三块啊，所以三块，等下我们沙爹，就等给沙爹嘛，这个是香茅，两条香茅，五十克的那个蒜头籽，30克的蒜米。葱头籽50克啊，蒜米30克，20克的姜，我们给它搅匀，然后那个粉方面呢，有小茴香，有大茴香，半汤匙啊，那个菜籽啊，那个芫荽粉，半汤匙啊，然后最后一个是那个黄姜粉，三分之二汤匙啊。来，为什么要放苏打粉？苏打粉主要是让那个花肉软一点 如果你不要，你可以不要我，但是我稍微洗一下啦哈。我损你哎！你妈妈在中弄那个。来 ，GG， 谢谢50个星辰来。腌鸡肉是一样的吗？腌鸡肉的话。腌鸡肉是一样的。一样啊。那么我就在这里，我加多一点点啊，广泛一汤匙的木薯粉啊。来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呢？要给他的肉。Wiling Chong， 谢谢50个欣赏来。一个汤匙的木薯粉，不要太多，一个汤匙够了。五花肉有5层呢，是属于顶级的3层肉啊。我一斤。来，所以我们放，对，一个汤匙的木薯粉。那么我们放一点油下去。来，煮菜油了。几个汤匙？3汤匙。3个汤匙的煮菜油啊。Hello， 你们好啦，做沙爹，等一下你会放在那个烤支串那边来烤吗？都可以啊。沙爹一定要沙爹吗？你是讲的？沙爹，我放汤锅里。Amy 哟，谢谢50个欣赏来。OK， 我们就腌住啊。可以的话是啊，最好是腌久一点啊。有时间就腌久一点啊，至少一个钟啦。至少一个钟啊。来，好久不见了，来，谢谢你啊。好久不见，你看人家唱你了，跟着唱。对了，害我今天去买五花肉，准备要给表弟的烧肉。烧肉拜礼拜天。结果卖猪的安哥跟我说啊，烧肉是3层肉，而不是五花肉哦。害我在烦恼什么是什么，3层肉和五花肉。在表弟的眼里啊，是一样的。一样的，那个就是花肉来的嘛。等一下，五花肉是比较厚、比较高一点的。OK，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做煮酱啊。来，周末那个洗手盆里面的桌布啊，洗了猪肉，那么桌布不是很油油吗？我们这桌布很容易洗啊，很容易洗的。我们桌布是魔术布来的。学会了可以开档啊。来，鸡肉也要放收档吗？不用。猪肉啊，猪肉才要啊！来，猪店 how many cases 啊？18000种啊。我 put into the steak， don't know 啊。请问猪肉是去了皮吗？去了皮的，一定要去皮。耶、yeah, ，没有话更硬啊。好。其实沙爹很多东西要腌啊，很多东西要准备啊。对所以你的那个 ingredient 要买很多啊。你看，就是要切这种东西啊。这个多少？这个是要炒吗？这个炒那个沙爹酱。来，我们这个准备炒沙爹酱啊，那个是沙爹肉来的。OK， 沙爹酱我又要烫回去了哈。
啊，你可以换回去我的食谱啊，你可以 refer 我们这些有写下来的食谱啊。要去打表弟啊，沙爹他就跑出来了。啊，对，我沙爹酱啊，香茅三条，我这里有了香茅三条。来，香茅三条啊。啊，蒜米一百克，一百葱头子啊，蒜米一百克啊，葱头子150克。对 ，OK， 来重复啊，葱头子150克，蒜米100克，三条的生香茅啊，全部搅碎啊。哎，不一样啊，五花肉没有三层的。表弟，你下次切给大家看啊。什么叫五花肉和三层肉？我不懂，我就五花肉三层肉，它有 OK， 五花肉是它多一块肉，多一块，它同是一个花篮来的，一个花篮的，那其中一个比较厚，那个高。那么一般上做烧肉，我就不用那么高，那个比较矮一点的，粗一点。哎，三层肉有带点肥，五花肉是没有那么多肥啊。三层肉是三层，五花肉是五层。对啊，对啊，这样顾名思义是这样啦。来，我们看看一下啊，现在我要做的调味的是，啊，好。啊，抹布多少钱啊？抹布39块五条。五条39块啊！来，发出什么怪声啊？哪里怪声？该搅那些 ingredient 啊，该还是搅拌一下。来，知道卖沙爹不容易啊。啊，店有卖，我们的店有卖那个做布啊。猪肉腌好了吗？我没有看到嘞，腌着啊。我们猪肉在腌着。所以每次表弟说五花肉啊，可是我去买的时候看的是三层肉，为什么表弟一直说是五花肉啊？来，请问那个蒜蓉和葱头是一起 blend 吗？可以吗？啊？可以一起 blend 吗？一起 blend， 对，可以。OK， 我们现在咖喱粉啊，咖喱粉30克啊。来，我们做酱料啊，咖喱 powder 啊，30g 啊 ，30 gram， 30克的咖喱粉啊。OK， 30个咖喱粉。Okay. 那么我们要这个英式咖喱粉啊，英式咖喱粉20克、啊，这个英式咖喱粉 ，English 咖喱 English 咖喱 powder 啊，英式咖喱粉啊，这里如果你买不到那个冰也装了那个，你就是去买这样的英式咖喱粉呐、啊，对，多少？20克，来20g 的英式咖喱粉啊，来。表弟，请问你的店在哪里？达曼德赛，你私信我们后台啊。对，敏感的。20克，来20克的英式咖喱粉啊。我们是88的咖喱粉，那个是肉类的啊，那个30克，然后这个英式咖喱粉20克啊。店在哪里？在达曼德赛。OK， 大家好，那么The salt put some pineapple also light. 哇，来可以拍一下食谱吗？可以啊。来你们拍一下，这是鸡肉的啦。来拍照一下 ，screenshot。来。Do you know how to make the Thai lok chop 啊 ？Thai lok chop。Thai lok chop 是什么？OK， 我们加一点水啊，加一点水，我们跟它这个酱料啊，就是帮它冲水。水少许啦，少许不要太多，给它有点，这样我们才去来炒它。来，请问砧板有卖啊？有。嗯。Is this the chopping board for sale? Yes. 很乱啊，什么肉啊？我们是用五花肉啊。嗯。OK， 这样就可以了啦。那我们开始啊，准备起锅。OK， 来煮酱了啦。来，说大包这是不是松肉粉啊？松肉粉，我们的、用松肉粉。腌熟大的肉要洗掉吗？要。要稍微冲一下水，来洗掉。腌了，不然它会比较带苦啊。三层肉是肚子。猪肉来的啊，五花肉可以做咕噜肉、咕噜肉啊。
来，三层肉和五花肉哪里一样啊？价钱也有分别，有分别。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啊。五花肉、三层肉，表弟分不清楚。啥分不清楚？来，下午好，来继续帮我们分享啊 ，Thank you。来，咱们介绍什么名？我每次叫表弟印一个地址给大家，他每次不要印给我啊。为什么米拉吗？啊，你直接私信我们后台拿地址啊。啊，我叫他印那个地址。咱们介绍 Oakland 的，在 Oakland 的。丹巴雷萨呢、就是在丹巴雷萨 hospital 对面、那边有个最高层楼了、我就在里面。表弟，方便大家以后印出来好不好？这个印可以没问题。没有话，隐藏的店你们要去找啊。再拿一个碗给我。门这关啊。Ask your dad look for wooden chopping board 啦。I want to buy。他应该暂时没有卖啊，那个我找不到，我又找不到 supplier 给我，要找到 supplier 给我。来，米奇，你们用的是三层肉，不是五花肉啊？我们应该去巴萨问一下猪肉老姜分嘞，三层肉五花肉。OK， 做叉烧的时候啊，五花肉比较好吃啊，烧肉要用三层肉啊，比较容易烤啊。OK， 我们要用200克的茄子啊。如果用鸡是要用鸡胸还是鸡柳呢？鸡下腿下装最好啊，下腿啦、就是鸡腿肉啊，因为鸡胸只是很粗啊，它没有油脂啊，你就要有带有一点皮啊。来，铁锅多少钱啊？这个它有分32cm 36cm 啊，32cm 是99块马币，这里啊有一点点，36是109啊。来，茄子多少？这是200克，我们要200克的茄子啊。那么烧肉要五花肉还是三层肉啊？我是用花肉啊，我们是用花肉啦。花肉其实我不知道啊，我认为五花肉、三层肉都是一个酱法的，所以五花肉是比较厚一点啊。表弟每次用三层肉啊，但是一直说是五花肉啊。OK， 我因为我加了一点水啊，因为那个、来200克的那个 tomato sauce 啊，番茄酱200克啊，小茴香啊，大茴香可以看一下吗？好，等一下给你看啊，表弟不要误导我们啦、你那边推开，等一下叫表弟啊去巴萨啊，去跟你讲什么叫五花肉、三层肉啊，那小茴香是这个是小茴香啊。然后我们大茴香是这个啊，这个通常做那种啊好像印度的料理啊几乎都会放啊。啊、okay. 你们直播开心又好笑啊啊，三层肉也叫花肉啊啊。来，我们这个是这个芝麻酱你可以放2汤匙，你喜欢你可以放换到3汤匙都可以了。芝麻酱你要更香一点啊，就我现在放2汤匙、加多1汤匙好不好？要香一点的放3汤匙，所以你要汤3汤匙是两个、对，3汤匙。来，3个汤匙的芝麻酱啊、OK， 芝麻酱3个汤匙啊、可以叫豆腐勾令吗？豆腐勾令啊。 OK， 我们油完我们就开始豆腐了。五花肉没有肥肉啊，3kg 的，三层肉1kg 20块啊，五花肉1kg 14块啊，每个地方的价钱都不一样。我买的是26块一公斤，每次我去买那五花肉是最贵的。你油可以放稍微多一点点哦。Thank you 啊 ，Mary 又再见到我了，10:30，现在是第二场啊。烧肉一定要用三层肉啊，我们是用五花肉噻。三层肉皮有皮，五花肉没有皮啊。Mickey, is the wok pan is for sale now? No, not yet 啊。10月份啊，10月头啊。Next month 啊。OK， 我们再看啊，要2汤匙的酱油。好啊。2个汤匙的酱油。来 soy sauce， 2个汤匙的酱油啊，这个是做沙爹酱啦。
What can replace the sesame paste？ 啊，有什么可以 replace 那个芝麻油、芝麻酱啊？啊，如果没有正方，啊，如果没有啊 ，no need to put 啊。嗯。啊，芝麻酱是海天牌子啦，对，大家芝麻酱对。海天的，这个花生酱，哎，怎么你拿花生酱这里的芝麻酱呢？啊，我们是芝麻酱，海天的。OK。OK， 我们要放下去。好了。OK， 芝麻酱你有没有都不用顶啊。所以我们把我们的那个葱头仔、蒜米，还有一个是那个吗？香茅。香茅啊。啊。啊。没有芝麻酱可以不放吗？可以。可以。搞乱了，表弟。芝麻酱哪里买？你可以私信我们了、啊，我们有卖啊，或者是海天啊。大家来爆浆一下。来，请问表弟，五花肉、花肉和三层肉有分别吗？哎，你不要问他啊，他一定跟你讲是五花肉来的。我是全部一样的，对我来讲。你这沙丁 sauce no put the peanut 呢？有，等一下，等一下先啊，等一下，好啊，姜帕，来啊、芝麻酱、花生碎糖，可以代替花生酱吗？芝麻酱你没有，你不用放、啊。你要放花生酱也可以啊，啊你要放，你要放花生酱也可以啊。现在要放多一点油下去。来，加点油啊。下午好啊，请留守啊，谢谢啊。来 ，pressure cooker how much？ 798块呢？对对，798块啊 ，pressure cooker 啊。我们是那个 Wonder Chef 的那个 Magic pressure cooker 啊。今天表弟好像很紧张啊。不，今天刚才弄迟了啊，弄迟了，所以比较刚刚差不多一点啊。啊，120克的糖啊。来，糖120克啊，120g 的糖啊。然后表弟 using the what how many cm 36啊，36了。来，20克，120克啊。这个酱不错的啊，你们可以做啊，你们可以做了一个。来，120克的糖啊。表弟有玩人参啊？啊，表弟他会玩人参，我玩人参还对啊。玩什么？哎，三层肉有带皮呀、啊，三层肉五花肉都有带皮呀、啊。来，花生酱可以用平时涂的面包吗？涂面包的那种花生酱也是可以啊。来，铁锅后台下单吗？现在没还没有卖啊。你等下个月。因为我们的那个盒子没有来，还没有来，但是店已经有货了啊。如果你不介意没有盒子的话，你可以过来取啊。嗯。来，为什么沙爹酱啊放番茄酱呢？这个不各施各法 啊。这个酱料就是你只是只辣都不可以啊，你要有带甜，有放番茄的时候它有番茄酱的香味啊。为什么？也是我们煮菜啊，可以放很多很多的酱料掺在一起，那么它就得调和在那一个味道。沙爹酱有花生的味道啊，对啊。三层肉跟五花肉是不同部位的肉啊。刚才一摊吃是什么？刚才你一汤匙有放红吗？还没有，没有，还没有啊！一汤匙没有放东西啊，它只是放白汤吧、哦，白汤吧、哦。今天的确诊人数多少？18000宗啊！你的锅电子炉可以吗？表弟讲可以啊，但是它不是平啊，它是弯啊，它是弯啊，底部是弯的。表弟紧张，可能沙爹不是他的强项啊，他准备东西啊，因为今天很多工作了呢。那沙爹酱可以来炒米粉吗？啊，可以。我做过那个新加坡的沙爹米粉啊，有用这个来做哦。大家快点写表弟啊，调酱啊，表弟调酱一流，用什么肉诶？问卖肉的就可以啊，不要问表弟了。上次卖了200多的锅不好用啊。啊，那个不粘锅，不粘锅啊，看你要怎样用啊。啊，很多人都讲好用。但是知道，如果你不大会用的，两下半的话，我们不粘锅还是有卖的，还是有的啊。
要和外部的多玛多说啥说翻译啊。嗯，来，等一下我们看成果好不好？嗯、其实这个是我做中餐的我们的酱来的啊，这个是我以前留下来的了，这20年前的酱，他以前的我们的啊。来，表弟，花生是哪里买？哪里有卖啊？花生自己给烤啊，我们烤啊，自己烤啊，自己炒就可以了。You call this have to prepare one day early 啊，才是个来一个小时前。我要去才去。有一汤汁黑黑的是什么？有一汤汁黑黑的吗？有啊，有什么？没有哦，没有。我们没有放一汤汁黑黑的啊。OK， 我们放那个咖喱粉啊，跟那个英式咖喱粉啊掺在一起。嗯，我们这个酱是放英式咖喱粉，有放英式咖喱粉。那么如果是有煮了，像他们马来人煮的，他们几乎是没有放英式咖喱粉。啊，我们是全部。因为不同的师傅不同的做法啊，调味，但是味道最重要是煮出那一个沙爹酱的味道出来，沙爹酱的味道啊。可以教炒蛙面吗？几个礼拜前有教过啊，炒蛙面。沙爹酱不要放沙茶酱吗？有人放啊，我们今天我用芝麻酱来取代啊。啊，一汤匙是放油吗？刚才我放芝麻酱了，不同的、芝麻酱，最后有那么让他看到芝麻酱了。How much 36 cm？ 这个啊，109块啊。现在要下什么料 ？OK， 我们就把这个咖喱粉啊炒到它啊差不多了，爆香一点。沙爹酱没有炒黄梨，没有啊，我们没有放黄梨啊。Thank you, chef, for sharing your secret recipe 啊。嗯，这个是20多年的，以前在餐厅的时候留下来到现在了，我都不，都没有把它丢掉。来，有什么介绍？没有想到现在可以拿来用。介绍电子炉的炉可以用啊，228那个啊，不粘锅那个。来，我们把这个酱倒下去。沙爹是马来人的食物吗？沙爹啊。沙爹应该是中国的食物，传到了马来西亚 ，mix 了啦，就变成这个。你这样讲，人家有争议啊，表弟。不是，因为我们在传统上呢，你看，在中国是5000年文化嘛，他们早早就有沙爹了，沙爹串他们早早就有了。猪肉串啊，猪肉串他们已经有了。Like that, the Singapore sauté sauce different 啊 ，we got put the pineapple sauce， 他们有放黄梨酱。大伯。我们放番茄酱啊，我们放番茄啊。嗯，来，表弟，请问表弟，我的铁锅为什么不涂油啊，就生锈啊？你的铁锅，你铁锅一定生锈了啊！铁锅你不用现在大炒的铁锅没有用，一定生锈了啊！加入英国咖喱粉很香啊。对，来，我们现在要加水啊，水600。Ratio 的咖喱 powder， 我们的咖喱粉啊。八八的，它是有带肉类的，沙爹皮粉奶啊，我们有做过嘞这个，味道锅超好用啊，我去年用到，去年用到现在。对对，看人看怎样用啊，没小米辣哪能哪个用？哇，辣到我眼睛哎！嗯，不管三层肉还五花肉都有肥餐瘦肉。对对对对，来，请问用什么牌子的咖喱粉？八八跟英式咖喱粉啊？来小米辣噻，放2汤匙。如果你要辣的话，你可以放到3汤匙、啊。Dry sim 3吧，2汤匙、啊。你要的话放3汤匙都可以，你喜欢辣一点香的。来3个汤匙的，小米辣，也比较吗？这个是我神神的，小米辣、啊，3个汤匙啊。Please repeat what you put inside the wok。哇，很眼了哦，你要看重播或者是等精良啊。没有放，没有加黄姜粉吗？有黄姜粉，前面有加了。黄姜粉是腌那个什么的。表弟把华人话适合我们的口味。对啦，马来人的沙爹很好吃的嘞，你不要这样讲哎。OK， 我们放600克的水啊。来，600克的热水啊。嗯。沙爹是印尼的文化，不懂。但是我他讲啊，沙爹啊是福建人发明的啦，沙爹嘛。沙爹啊，沙爹每一个创有沙爹。等一下你给人家说了，你不能讲话。沙爹啊。来，我们该放600ml 的热水啊。Thanks for sharing the nice recipe 啊，这个是他自己啦。这个酱不错啊，这个是大家啊。
China call three piece 啊，嗯，也 become be 沙爹啊，沙爹啦 ，Yeah, you are right 啊，对，就是表弟刚才也是讲啊，沙爹沙爹吗？三块，来鸡精粉啊，我放半汤匙啊，来半汤匙的鸡精粉啊，你可以放味精也可以，来番茄酱放了一汤匙，黑黑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放，没有哦，你最后看晚上的食谱啊，你可以看重播，等一下 啊，那看重播，我们只是有放那个芝麻酱，还有那个番茄酱啊。给它滚了、哦、来我们看看一下我们腌的好的真的吗、中国啊，所有的功夫、哦、来自少林啊，所有的美食来自中国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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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香的咖喱包、啊、对，也是可以。哎，厉害啊你！我买不到那一个，我找不到那一个，我就刚刚那个手表牌子啊，那个手表啊，中牌的啦，那个 watch。新加坡的沙爹酱有放黄梨啊，啊，我们没有放黄梨酱啦，我们用番茄酱啊。黑黑的是酱油是吧？我们有放酱油 啊，酱油两汤匙，两那个酱油有啊，酱油啊，你是讲酱青是吧？酱青对。啊，蓝色的碗放下去，放什么下去？那个蓝色的碗是芝麻酱来的。芝麻酱来啦。啊 ，this sauce can use as lok lok， 可以拿来做吗？可以 ，can， 可以啊。来，我们再等它滚哦。帮你拿个花生碎来。福建的叫沙沙酱，就是沙爹酱啊。沙爹酱，沙爹。沙爹酱没有花生了，等一下花生啊！来聊，在这里。Next time you come Singapore, you can try Satay Club 啊，在新加坡了噻。嗯。我很想去新加坡啊，很久没有去新加坡玩了。啊。哟，嚼得太碎了，妈咪。妈咪，你太碎了。这个是表弟你没有吩咐好。啊，每次都是这样样子的。嗯。这。沙爹你就不用它太碎了啊！沙爹的花生啊，不要太碎啊。嗯，150克。问题是烤出来的味道啊，不太像外面卖的很香啊。嗯，等一下米奇注意一下，怎么烤味道？来多少？这个花生150克，150克的花生。不要咬太碎啊，太碎变成花生碎了，哎，花生酱了。太碎了啦，表弟，真的。来150克的花生啊，但是我们的花生太绵了啦，太粉了，不是太绵了，太粉，不能太过粉了，要给它粒状啊，要有粒状。你不能再麻利饼咯，用三角片。黑色的是刚才表弟是不是说酱油啊 ？OK， 有一个秘诀啊，你可以加两片的。啊，来，这是什么来的？麻利饼，麻利饼啊。玛丽饼啊，对，玛丽轰，哇，变魔术了，有玛丽饼，在国外是沙沙酱啊。来，这个铁可以用电子炉吗？可以，但是不容易用啊，因为它是弯的啊，它是。改天我示范给大家看。啊、OK， 我们放几片下去了啊。这个我们打碎它，因为它那边太薄了。这个酱料啊，糖尿病的朋友要谨慎的吃，不要过量。来，你拿几块，把那个饼干玛丽饼，玛丽饼啊，这里6块，来6片的玛丽饼啊，中碎它啊。之前我没有放啊，但是你可以放，当作是花生啊。啊，这个是，我听说沙爹是来自海南啊。OK， 这个就变成花生了，变成花生碎了啦，你懂吗？啊，你可以当花生啊。没有，这我是酱椒下去，给它的质更浓稠啊。但是这个太碎了啦。Welcome to Singapore。嗯。现在进去要隔离了，你会保养什么锅都很耐用啊？对啊，这个锅可以用电子炉吗？下次示范，它可以用电子炉，但是它下面不是平的嘞，它比较难啊，不建议你用电子炉啦。表弟调酱非常棒，我每次都有注意啊。表弟煮新的酱料，现在还是有刺啊。表弟的黑。胶质非常好吃啊，谢谢你尝试啊。你这样你没有弄碎它、啊，我们就从一个中国叫肉串啊，我们叫沙爹、啊、不一样啊。来，我们6片的玛丽饼啊，
这样下去它就不会有一粒一粒比较少，减少它的一粒一粒。但是有时候一物克一物啊。啊，我们放饼干呐、啊，西格勒是毕业的，晶晶就好啊，不要告诉人家。等一下我们这里很红啊。啊，In Singapore you can get the grounded peanut 啊 ，whether finely 啊 ，grounded or semi grounded。凤新兄 supermarket 然后那边有卖了啦。你们可以试试一下，我这沙爹酱真的不错 啊！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如果不是好玩，我就不会再去拿酱来煮。来，你会煮吗？可以不要侮辱食物吗？你可以不要这里侮辱我吗？原来我们都是在学习啦啊！对啦，我们沙爹做了三次了啦。你要知道我脱离了。酒楼餐厅啊，表弟两年了，不要再讲这脱离。那么我就是在后来后期再来学习啦，跟不到潮流啊，就是。OK， 我们换个镜头，你看，如果不这样换呢，那个花生就因为搅到太重，变成花生高了了，所以这样子就变成对、okay ，我们把它换下去，把米浪放进去了。嗨，你们好，没有香米辣可以放 chili powder 吗？可以、辣椒粉可以啊，你没有 guess 是吧？不懂，一直细火的奇怪，一定要放麻栗粉吗？你可以试试看，是不是因为花生？但你不要放，不要放，但是我放下去。是不是因为花生搅太碎啊？有关系到我，我本来都要放一点的，我不放多了。对 ，gas 用完了 ，gas 用完了啦，应该是。没有，这 gas 没有力量，那你 gas 稳当啊？没有理由啊？没有水了。表弟 personal sauté sauce 啊。哈哈哈，表弟非常的认真分享啊，感恩啊啊！一定要放麻栗饼吗？啊，你可以试一下啊。啊，你看它的，就是看的不同了吧？你知道啊？我听到啊，在卡加沙地啊，它的酱汁啊放麻栗饼。来啊，表弟先你们啊。你们不要尝试放麻栗饼啦，等一下。人家没有生意做，表弟跟你讲，嘉盈的沙爹呢，他的字是放麻栗饼啊，OK， 好不好吃不知道，味道呢我调了，你们过来我家拿了，OK， 这个表弟多么的，给Nicky试下，哇，很像马六甲的就是沙爹字啊，跟那个。车载漏漏的沙爹汁啊，一模一样，我很喜欢这样的味道啊。这个不像马来人的沙爹汁啊，对，有是那种车载那种花生酱吗？那种味道来的。我们不是晚上宵夜的时候啊，那个漏漏车啊，漏漏车的那个沙爹汁来的，但是你稍微酸一点。好像是，它有点带酸的啊。它这个是跟那个一模一样啊，那个车载落落车那种味道啊，它不像是我们吃沙爹的那种甜甜的，它这样的沙爹的那个沙爹汁是带甜的啊，带甜你可以加糖啊，这个糖可以再加多一点下去啦，如果你要甜，你要加多一点下去。米奇说话真的非常好笑啊，看你们的直播，真开心啊！我天天直播啊，看直播啊。你要带甜一点，谢谢 你可以加多一点糖啊，慢慢吸哈。给老曹再试一下。这个就是，这里车载的那个洛洛的沙爹酱啊。阿姨，佩服表弟变通，饼干带花生，有花生啊，我们有放花生啊，可以用那种花生块吗？那啥，你看表嫂 ，yes， 用米勒不做的那种花生块可以吗？花生块是什么？那个不要那个也不要不理想。原来是秘密武器啊！没有表弟会失传。你看呀，我们放麻栗饼的时候啊，它很快就浓稠，你明白吗？但如果你想要吃辣一点，你就甜一点，你就放多一点糖。这个 OK 啊，这个 OK， 我那个这个可以吃啊。我用为什么我用茄子？茄子是酸啊，他们有放阿三水一点点的，但是茄子酸就是代表阿三水，阿三高啊。干嘛上高？我没有放上高啊！我相信表弟调酱啊！哎，你们相信他这一次啊，不爽你直接 complain 他就可以了。大多数是有放麻栗饼啊。那么，
沙爹说 should be very very yummy 啊，这个跟我们吃肉肉的花生酱很好吃的这个，肉肉松啊，欧记有的那马尼饼的。这个是我做餐厅的时候的酱来了啊，以前的，你可以放多一点油哦，有多一点油盖住它，它就更油就更漂亮了啊，放你放多一点油。啊，所以叫肉肉酱不是沙爹酱啊，网络小丑啊，我们是小丑来的啦。小丑，小丑，欢迎你常常来看我们演戏啊！所以叫肉肉酱啊，不是沙爹酱啊。你叫肉肉啊，他也是叫沙爹酱来的啊。沙爹酱来的啦，沙爹酱。肉肉酱像肉肉酱吗？你去那个肉肉车那边呢、啊，那边就是沙爹酱的味道来的。My uncle sells satay also at the Mardi Biscuit 啊。耶，不是乱讲啦。啊，仙女啊。仙女没有钱赚啊，就问仙女。啊，花生要烤过先吗？要烤过，那我们弄碎啊。啊，因为那个头啊很油啊，所以。外面的沙爹酱是放很多糖啊，对啊。Now we know 啊 ，know enough peanut 啊 ，can put biscuit 啊。对。啊，马六甲有放黄米的。那黄米是酸哦，有的黄米酸，他们就是说，哦。那这些来取代，那个阿三糕、阿三酱啊，哎，米奇记得掉在你家，待会我去拿，很劲爆啊，直接上来吃啊，吃了来回家，所以隔壁家啊，哦、不会懂，相信表弟的做法，各吃各法 ，yes。花生要烤过吗？有烤过。I like the wok. Are you selling? Yes. Next month 啊 ，next week. Next week 啊，你又讲 next month， next week 啊。因为我们等那个盒子来啊，他那个锅到我了、啊，因为他油滴下去了，这个、啊、，OK， 收，什么东西问题？那油啊，油滴下去了，啊，滴下去没有力了，就没有厉害。等你晚上食补啊，这个酱做的吃不完可以收多久？谁放谁贵，收很久，啊，收放谁贵收很久 ，OK。烤花生要去皮吗？那个花生啊，烤了才去皮，烤了还去皮啊？你要先烤了先，或者你来炒也是，花生也可以来炒了，不用烤就来炒。好吃我也在煮啊，啊，米奇今天表弟很开心啊。来，我们现在要做那个肉了呢。OK， 我们来做肉来烤啊，沙爹。已经是只在这里有几只了，我已经是530的粉丝迷了。老公孩子说，时间一到，会开直播，5:30啊，直接进来就好了。直接进来就走。啊，真的，有些卖沙爹是有放马尼饼啊，这个马尼饼呢，等下我就来参拜肉来喝啊。哈哈哈！表弟的食补肯定好啊，可以加椰糖啊，你喜欢啊？你不要放白糖，你放椰糖哦。都可以。这个是铁锅吗？这个黑杠，黑杠铁的，黑杠铁，杠和铁，黑金杠跟铁啊，混合了一个。Only next week, then know how much 啊？我们已经有 price 了的。32 cm 啊 ，99 ringgit 啊。36 cm is 109啊。OK， 我们现在穿几个呢？等一下要表嫂再错过啊。OK， 来我们穿10只，5只就好了。就是说沙爹啊。一袋，哇，真的，沙爹，这个比较硬哦。马六甲的沙爹很好吃啊，没有放生啊，我一次可以吃25只啊。很多人喜欢去马六甲吃这那个肉了，他在肉了。银石界的葵花宝典啊，所以要切掉先啊。哈哈哈！谁这么坏蛋？没有，我是讲他讲葵花宝典，我叫他记得要切先。要成功必先。Mary 饼配麦乐杰配啊，会欣赏啊。哎，这个是Mickey 啦。OK， 沙爹啊，一袋两袋沙爹啊。来一袋，我看见。来沙爹 steak 要蒸水吗？这个没有呢，它是你有放水吗？这个蒸在水里面。没有，要洗一下也。洗吧啊。来，今天煮沙爹就没有煮饭了吗？还有罗加蜜耶，我们罗加蜜啊。等下做罗加蜜啊。好厉害，什么酱都会做。他以前的那个金良来的啦，
他以前有一本食谱啊，这样厚的嘞。那就更加宝典。他已经是更新电脑了。米奇，我就是这么是美男，等下驾车去你家吃沙爹啊。你外面有卖沙爹吗？你买那边比较快一点。你过来都再进我肚子了啦。有煮个豆包配沙爹吗？我本来要煮哦，但是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对，花生太碎了，可以煮花生羹啊。而且刚才表嫂，可以做那个花生糊啊，表弟很会做啊。来，可以用 A 发叶来烤吗？就是要用 A 发叶烤。然后再做来发叶。也是很想吃麦那个玛丽饼，买了我明天去买饼啊。来，表弟林冠英是什么关系啊？他是我弟弟啊。那讲话、表弟不要乱讲话啊，完全精英精英吗？没有关系的啦，没有关系，来是啦。表嫂说在这里，我们就是放在 A 发叶烤。来，维大锅本来是粗面的，我用了一年多没有粗面的，是这样吗？对，它是这样啊。那么它用久了，它会开始会贴锅啦。你要会重啊？你还是一样要热锅啊？没有，你知道，你大家有没有吃？我们讲这个啊。你没有看到人家炒西洋龟鳖吗？西洋龟鳖啊，他炒这个啊，炒到剩下一半的，有没有看过？一直磨，一直磨，一直磨，一定是会慢慢不见的。包也一直磨，也是会扁短的，一定的。这个是一个这个是正常的啊。来，是什么饼？可以看看下。来，拿你的玛丽饼来。玛丽饼就可以了。很多人不认识，我今天认识玛丽饼啊。没有话，我每次都是吃冰棒焦焦饼啊，我不知道有这样的选择。OK， 现在我们做的是。我的麦乐有一个新欢了啦，有一个叫 Mary 饼啊。我不知道还有一个这样的饼来配啊，超好啊。来我们现在做的是做两个，现在我去炸一个豆腐，我又再做一个我是炸东西的。我们没有用炸锅来烤啦。你要用炸锅也是可以啦。没有给条喂。Outside Saturday two piece only 啊，一个是肥的是吧？荧光婴儿远方亲戚，哎，这么没有火炭啊？我们没用火炭啊，你可以用火炭啊，三千多人明天去买玛丽饼啊，给他断货。明天改吃有榴莲啊，你来我家请你们吃啊，有机会啊。五片就好了，就我们用那个 FIA 来烤啦。来，沙爹酱除了炒米粉，沙爹还可以用来煮什么？沙爹酱啊，你沙爹可以等一下我来啊，这个沙爹酱我来做那个那个罗酱，罗酱面啊。你可以喷点，上次的时候你可以喷一点油喷点油啊。有，它本来就有了。我们对呀、饼干配麦肉啊，绝配啊，真的。现在我们先拿去烤了先啊，先拿去200度哦。那我们喷点油啦，我们烤一烤一下啊。你多了一层，那个纸勾到了，没有它多了一个层，变成。来，谢谢大家。沙爹米粉是新加坡的菜的，我试过啊。你的麦肉没有完啊？我麦肉啊，我买10包啊，放置在家里了。200度啊，200度，200度。OK， temperature 20分钟。来，200度20分钟啊。20分钟200度啦。表弟几时可以叫烧肉啊？可以，礼拜天啊？礼拜天肯定叫啊！哇，这样烧肉我不是要驼背哦。你会很久吗？沙爹炒饭啊，也是可以啊。其实沙爹酱，如果你敢吃的话，什么都可以配的啦。烤多久啊？我们这里啊是烤200度啊，20分钟啊。对，沙爹米粉啊是新加坡的，这里找不到沙爹米粉我们。来，我们现在做的是也是用沙爹酱吗？这里三个粉啊，我们要炸那个罗亚的那个来我们用这个炸薯饼，哪一个？炸薯饼。OK， 他要做炸薯饼啦，好。
啊，你可以拍照啦。马丽饼是我们童年的时代的饼啊，是来沾锅皮欧啊，以前五分钱一大包啊，现在不止哦，现在那里有五分钱，以前一以前小的时候啊，家里穷啊，婆婆每次买马丽饼啊，点咖啡啊，来我们来称下啊，咖啡比较便宜啊，买了很贵啊，是在来礼拜天几点一样时间啊，五点半啊，五点半来，五点半六点半了、啊，今天稍微会长一点时间啦、啊，因为煮那个酱很多了、啊、不好意思 啊，这个是。你可以admire your family every day eat good and yummy food 啊，谢谢啊。来，这是什么粉 ？OK， 我们要这个是粘米粉 ，rice flour， 粘米粉啊，多少克？要五十克，但是不到五克，五十四克。rice flour 啊，五十克啊，五十克吗？OK， 差一点点 OK， 差一点点 OK 啦，五十克啊。嗯，来木薯粉五十克，沙爹米粉在表弟家可以找到了。How to place order the wok from home use family for 5 people Use what size? 36cm 啦，刚刚好啊。你可以 PM 我们啊，但是现在还没有那个 package 进来啊。来，这是什么粉来的？一个嘛，木薯粉的一个面粉。OK， 打标个 flour 啊，这个是50g 啊。嗯，五十克的木薯粉。对。All purpose flour， 这个是中筋面粉啊。对。50克。OK， 所以我们的那个。粘米粉 rice flour 50g 啊，然后 W graph 木薯粉50克，还有我们的那个普通面粉啊，嗯 ，all purpose flour， OK， 对，我们就搅在一起，好，大工程啊，表弟明天辛苦了，今天应该煮到8点，没有这样夸张啦，等一下就煮完了啦。来，我们全部倒入一个大碗那边了。大碗。咖啡加饭你有吃过吗？你有吃过嘞？我们放有这样的东西啊，咖啡加饭啊。加饭啊。嗯。盐半茶匙。半茶匙的盐呢？嗯。Today cook late never mind 啦 ，tomorrow no cook off 啦。有意思。来，我们的苏打水啊。170。170ml 啊。苏打水啊。要冷啊！哎呦，多了！来，刚才那个好像不是粘米粉啊，是粘米粉来的。粘米粉，粘米粉来，170啊，我们多了啊，不要紧，多了一点。那它是精米粉啊，粘米粉啊。哎，我们放两啊，放一个油啊。来，刚才是170ml 的那个苏打水啊，油多少？一汤匙半。一汤匙半的那个油啊，嗯，咖啡加牛油啊，啊，这个我有听过啊。咖啡加牛油有，咖啡加牛油那个。Cook the Hokkien Mee， 嗯 ，Hokkien Mee 有做过啊，常常做的嘞。粉的碗有卖吗？没有啊，那个没有卖、啊。那个去韩国有的朋友送的。韩国超便宜啦，这个。锅皮哦加饭也好吃，怎样吃哦？我没有试过哎。你的锅皮哦有甜的嘛？有加糖的嘛？你是一碗饭倒入锅皮哦下去还是什么 ？OK， 我们这是要炸这个炸一个薯饼哦。啊，好，洗手一下。我只是滚水加那个饭有试过啦，加一点小油下去啊，放一个酱油下去。小的时候啊，吃不下饭啊。我婆婆很喜欢，就是放一勺水下去，然后放一点姜精下去，在那个白饭那边，就是这样子吃哦。按下缩大的波特啊，来你那个水，缩大波特啊，缩大波特，不要 asking 缩大啊。不能带甜的啦，一定要是那种水啦。表嫂是表弟的小助理啊，没有表嫂是万万不能。对啊，我们是可以做豆腐啊，勾赖啊，榴莲配饭我也不会吃啊，我们没吃过，很浪费啊，榴莲来配饭。榴莲配饭你敢吃你就好吃，可以吃。咖啡排骨啊，有听过。锅皮有糖的，是中国婆婆的吃法。这样很奇怪啊！啊，可以试一下嘞。
好像有点恶心哎。copy all 配方，来，这是马铃薯啊，切丝啊。谢谢你们的直播的分享，谢谢你们天天的支持啊，谢谢支持。其实一粒过了，不太多。Copy C at my low。啊，我们的直播是很长期的啦，我们表弟讲话也长期，做菜也长期，啊，我们连续直播也是那么长期啊，啊，哎，表弟你一定很长命的，那么长期，要有钱啊，没有钱的长命的什么，一定要有钱，有钱你一定有的，退休了，有钱每个人都有，是看够不够用嘛，好吗？哎，这几天米奇的表现非常的棒啊，谢谢，谢谢你的赞美啊。有煮过可乐排骨吗？有煮过可乐鸡啊，我们有煮过可乐鸡，排骨就没有试过啊。那我觉得煮法都一样啦。给你刨完了咯，差不多。Yeah. 来，可以讲多一次放什么粉啊？三种粉啊，木薯粉、蘸米粉，还有普通面粉啊。中筋面粉就是普通面粉啊，全部50克。然后我们再放半茶匙的盐 ，OK。然后再放170ml 的苏打水啊。多大水要冷啊，170ml 啊 ，OK。不是长气啊，是详细啊。他是什么啦？可能我跟他相处久了，我觉得他有点长气啊。之前没有这样长气了。来，我们来煎我们的沙爹啊！你当然你可以用来烤啊。啊，你可以用来烤。OK， 我们炸豆腐。啊，豆干啊，叫豆干啊，这豆干就说豆干啊，是吧？豆干，豆干，豆干啊。哎呦，水分多啊！来，我们炸我们的豆干啊，那边拿来煎啊，好严一点先。Today see 表弟 and Mickey cooking live 啊 ，very enjoy happy 啊。啊，今天强一点啦、啊，明天没有煮啦、啊，明天是10点。OK， 我们这个切好了的水，啊，我们直接放下去。哎呀，放在那个粉那边啊。对对对，放下去。不用跟他客气了啦。然后我们拿去炸就可以了，一粒过了。听到咖啡配饭啊，小时候穷啊，弟妹都是这样子吃的。哇，你这样的，以前你穷的时候吃什么？没有啊，我们我爸爸们一个梅菜猪肉就吃一吃几天哦。你还有肉吃啊？你小的时候，幸福啊。穷的时候啊，隔壁配饭是现成啊。哎，原来有这样东西的。是啊。你们以前没有听到啊，我的。我的姑姑讲啊，哇，他讲到穷的时候、啊，你其实老来有足够钱住养老院就好了。养老院呢、啊，我会推荐你坐那个轮船啊，当养老院啊。对，坐轮船啊，去游轮啊，游轮。每一年给钱就是了、啊，给住一年啊，住游轮啊，坐游轮啊，无限的吃，无限的吹海风 啊。来，我们烤我们的沙爹啊，不要太热啊。太大火了，你要教我了。从看表弟的直播啊，发觉米奇对表弟的态度很不客气，现在态度比较好啊。还是这样的啦。Half sorted egg with porridge 啊，简单配那个粥啊。哎，刚才太大火，没有要对一下，不能太大火。我放一点油下去，没有油不能煎哦。啊，放点油啦！呀、啊，对啊，过节日啊才有肉刺的啦，已经。对，长气不要紧啊，最重要气氛要和气啊。啊，炸了豆干啊 ！Today morning a live can see again 啊 ，You mean tomorrow 啊？我们的 live 啊没有举例过的啦、啊，滚水配白饭啊。每次跟孩子说是来自高中，我小的时候就是吃滚水配白饭啊，穷到天天吃绿豆粥啊，咖啡配饭可怜啊，我反正讲要试试啊，你看我这种人贱不贱啊？哇，我好像有很贱一下，人家是没得吃才这样子配啊，啊。这煎要小心一点，是很多人粥配那个酱青的啦。
小时候是猪油生抽零蛋啊，你还有猪油柿啊，也不错哦。来，我们现在炸那个，炸那个啊。表弟做戏一定做整套的啦，他有配料给大家的，这个就是番薯饼来的啦。这个马铃薯也要多一点啊，今天马铃薯饼很多。Poor thing, the person who cleaned this oily kitchen, 我妈妈啦。妈妈。啊？炸三角形的豆干配沙爹。那滚水烫那边烫可以了。来。哎，敏琪你好命啦，我们小时候香配饭啊。粥配咸蛋啊，现在有的人也是吃粥配咸蛋的啦，现在粥配咸蛋很好料劲。好的，油太热了，油有点热啊，那个把它浇一点啊，因为我的那个太多了，掉太多，把掉一点。啊，请问用这的铁锅有卖吗？有，下个礼拜啊，下个礼拜。以前家里穷啊，白饭加水加胡椒粉就一场啊，还有个 B 加白饭加三遍饭啊。等一下，我试一下你们的感觉啊。啊，慢慢炸啦、啊！虽然表嫂没有出现在视频中啊，但是大家都知道表嫂付出的真的不少啊。哎 ，Mickey， you say go call me 啊？有啊，等一下啦，等一下啊，他也会煮啦。有煮面吗？什么有？有那个面来了。啊，我们来煎什么肉啦？所以你应该要身在福中要幸福啊，对啊。以前的人呢、啊，没有机会啦。现在的日子大家都好过啦，每个人都有机会啦。The work price include the delivery fee？ 啊，没有啊，这个。是啊，以前的人养鸡啊，要。等到他过年的时候长大才可以杀来吃。对啊，以前哎呦一个鸡啊，几难得你的嘛。哦。你那个时候 KFC 来了吗？应该 KFC 是80年代来的，八十年代有的噻、嗯。你那时候说没有 KFC 是吧？有的。啊，70年代啊，70多年代的时候。很庆幸了啊，每个时代都不一样啊。Enjoy watching your cooking show 啊 ，very detailed. Thank you 啊 ，Thank you your support 啊。你炸几块就好了，等下我们直接买就好了，炸两三片就好了。隔夜油条泡那个糖水也好，也算一场。哎，油条配糖水是很豪华的嘞。还有糖水去了，你是什么年代的？先不聊先。我知道。六七十年代全部是狗逼配饭的，狗逼我配饭的。啊，早餐面干捞配猪油非常好吃啊！你那个也是幸福餐来了，你那个还不像可怜的。以前我们就是番薯啊，炒番薯啊那种啊。美食家蔡澜说过啊，他最怀念的食物就是猪油拌饭了、啊，小时候的味道呢。嗯外面猪油拌饭卖几贵都没有。OK， 啊，今天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啊，但是值得啦啊！啊，教大家做沙爹啦。沙爹，如果这种东西都是很棘手的东西啊。啊，你要赶那个烤沙爹给你吃的人啊，那么久啊，还在煎着。因为我们不是烤的，这个是来煎的。以前一个苹果要几个兄弟平分啊？我年龄比你爸爸大两岁啊，所以你那个应该是有 KFC 吃的年代了啊。
高壁配饭你应该不是那年代啊，应该六七十年代啊。When is your dad's birthday？ 23号啊，9月23号是表弟的生日啊。哎，怎么放在这里了？我们怕这种碟子，你知不知道？这个传统的吗？你可以不要放这碟子啊，我觉得很恶心哎。没有，就这么，因为我痰桶呀，我后面靠有一个马桶啊，是跟这个一模一样啊。痰桶那个叫马桶啊，痰桶啊，啊，痰桶啊。那我想到那种东西，你知道吗？那个Amazon 那时卖的一个，出来卖到多少钱？你知道吗 ？Amazon 是吧？嗯。不懂啊，我看到这个有点恶心。放着店。他们Amazon 他们嘛，鬼佬放那个鬼佬就买去装那个。我你知道我在乡下厕所上大号的时候啊，就面对那个痰那个小痰桶啊，就是在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你应该放点木啊，童年的阴影啊，我看几乎是大家的童年的阴影啊。哎，你们第一个眼睛看到这个，你们会想到什么？这个是传统。哎呀，你喉咙要吐了、啊，不是很多很多都有这样的、啊，你像结婚用的、啊，你开玩笑？像尿桶啊，有些人来吐的嘞，这些东西没有这，哎呦。OK 了，我们自己吃了啦啊。表弟，不要炸那么多，表弟。这个盘是你妈妈的嫁妆，妈妈的嫁妆来了，你看乱讲。我老布的嫁妆啊，不要乱讲啊，不要乱讲，是你们乱讲啊。哎，那天我去吃一个很拉西罗曼，那拉西罗曼20多块啊，他拿这个盘给我啊，我真的吃不下嘞。烤的姜，他拿那个盘来装拉西罗曼，我真的吃不下。OK， 你这烤好了啦。痰桶啊，对了，吐痰的桶来的、啊。那天我去吃拉西罗曼，他拿这个盘给我，我真的吃不下。其实我也是看得很恶心啊。OK， 这个我这个是17分钟的结果。来，你这个是烤了17分钟，220度呢？对，220度啊。我们跟它反过来一下，因为反过来。再烤2分钟啦。再烤。OK， 我们 Air Fryer Oven 啊，17分钟220度啊，反过来再烤一次啊。你15分钟就可以烤翻了。想到阿妈，那不懂啊。哦，我很怕这样的东西啦。没有，就是杯子也是啊，杯子哎，他不是来喝啊，他们是来刷牙的。你有看过这样子的杯子啊？有，他们从来是来放牙刷牙的。如果有人倒水给我拿这个杯子，我会很怕。哎，表弟，不要再煎了啦，你再去做面啦、啊。来，我们这个是什么面呢？那个，这什么面？这个黄面。黄面啊。这个是结婚，结婚必用啊！来，刚才我们是15分钟在烤，对对，烤了15分钟，我们反面啊。今天我们放高火一下，3分钟啊，总共是18分钟噻，20分钟，总共20分钟，他烤了17分钟反面啊 ，OK。今天不用吃沙爹了，你应该放那个木的盘啊，就好看一点啊。这个电视古董咯。OK， 吃不下那个盘吗？不懂啦，心里有点怪怪的、啊嗯，有点毛毛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啊。啊，那时候我拿西罗曼，我吃不下嘞。啊，米奇说的对啊，一定对这个有阴影啊，童年的阴影啊。那流行复古风啊，你不会的。我每次想要来装排泄物的东西了，啊，最好是吃不下，马上减肥成功啊！啊，家里的碟啊、杯啊，全部放这个啊，肯定减肥成功。其实，那个木啊，木可以做什么？木啊啊什么？木可以做什么？做棺材啦。木可以做棺材，做床。我知道你的意思。做椅子，对不对？啊。但是很多时候你看到棺材的你很怕，对不对？像那个头翘尾翘那种你很怕但是你有没有想到你睡的床也是那一个木来的做的、哦、我们看到木呢绝对不会想到棺材，但是你看到那个垫我们就会想到那个是你的想法吗？我们没有吗？对吗？对，杯子进假牙。
来，我们鸡蛋啊，差不多结束了啦，有同感啊。来，这个是沙哥来着，沙哥，来胆光啊，沙锅啊。然后我们有放那个黄瓜丝啊，黄瓜丝，这个盘很有凉的哦，风味啊。凉久了，这凉久了用的吗？啊，你看有人也是怕的，我没骗你的，有人跟我一样的阴影吗？没有的，有的，我跟你讲，没有，没有，没有，他的盘，他的店的特色来的，他的店的测试啊，全部是这样的盘来的，包括了杯也是这样子啊，我所以我觉得恶心啊，我心理作用啊，毛毛底的感觉啦，小时候扭到啊。来 ，Christina Wong， 谢谢50个欣赏，谢谢你。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的。我知道你跟我的年龄差不多啊，要40了啦。哇 ，Christina Wong 再给你300个星，总共350啦，谢谢。要这么过分的你，好吧？谢谢你的支持啊。不，你这个你可以当做肉酱的酱，你可以当做这个什么酱？放香蕉叶就好啊，是整的啊。这个你可以淋上去。当然你可以加一点如果你要再稀一点的话，如果是肉酱的，我们就放稀的，它比较稀的。要稀就加水啊。加水啊，我们可以加水的，但是我们加一点水上去好。再加几米就要减肥。现在的棺木是用纸做的，看到纸是不怕死。来，你可以加一点水啊，表弟。建议大家加点水啊，所以他就给他吸一点啊，不要去那间店用餐，那间店好生意嘞，是我的问题啦，我感觉到毛毛啦，我不知道有没有，有我会觉得恶心，然后有同感啊，我有咖喱哦，华人的文化啦，现在年轻人不会欣赏啊，是真的啊，嫁你。嫁老婆的那嘛，来，我们加点水来。这个卤，再累。卤酱面，那个面给你遮住了吗？你要拿一点面上来。OK。啊，这个卤酱面就像差不多像。OK， 谢谢大家。啊，开始凉凉了。对，我的心理作用了啊！受不了，米奇嘴巴很臭啊，讲不听啊！我的频道啦，我要讲，我喜欢讲啦。来，这个是肉酱面啦，所以我们有鸡蛋，有炸的豆腐咯。刚才前面有做示范啊，我们有那个刚才那个做那个番薯饼啊 ，OK。所以我们有放板光啊，就是沙个啊，还有黄瓜切丝咯。所以这个花生酱就是我们刚才那个表弟做的 ，OK， 你可以加点水，然后滚一下，给它吸一点啊。然后这个是沙爹，所以我们沙爹是有用来煎的，用来烤的。OK， 我们现在那个焦的就是我们用来煎的啦，烤的就是烤炉啊。Andy 200个欣赏，谢谢你啊。Okay, 我们给谢谢 N 啊，给Mickey 啊，肯定好吃啊！我吃过了，沙爹了啦。给 Mickey 试一下。啊，请你们试吃啊。很烧。烧还叫我吃，喉咙痛啊！你那个没那么烧。会硬吗？肉？会。肉不会硬啊，因为我用那个我喜欢它的酱啊，不会太甜，不像那种。外面的甜啊，它这个是肉肉车的沙爹酱来的。这个酱啊，它是肉肉车的沙爹酱啊。这个酱很开胃，这个酱很开。大家要记得这样做啊。这是猪肉啊，不是鸡肉啊。哎，好吃嘞。这是烤了。Happy Malaysia Day 啊！谢谢你们，都那Malaysia Day 啦。那个你们可以做那个糯米啊，那个叫什么糯米啊？可猪棒啊？我不懂啊。可猪棒啊？因为这个盘才有你啊。哎，是啊。
来、哎，谢谢大家的支持啊！嗯，啊，谢谢大家的留守到后尾啊！所以我们献给的沙，这个是我们用那个啊罗加蜜啦，罗加蜜配沙爹酱啊。好、okay, 了，这个是猪肉沙爹了。这个酱啊，你不用怀疑，你尝试了先，你做了你再给评语啊，你们可以尝试做啊。OK， 这酱一流啊，这酱真的是很，很吗？很那。很那个合味又很开胃啦、啊、你吃下去啊就很开胃，你一吃下去就想要再就啊超级胖了，最后感恩感大大虾对啊，明天是深夜厨房啊，明天红龙会做东西了 啊明天没有五点半啊，深夜厨房有啊，那烧肉礼拜天不要吃到那么大只了烧肉礼拜天啊，好不好，礼拜天你来吃烧肉、okay. 我会全程从零到什么 A 到 Z 做给大家看 ，OK， 当场就切给大家，到底我的烧肉脆不脆？好、啊，我们明天九点深夜厨房见。OK， 明天九点见啦、啊，这是我们啦，拜拜。